2024年5月13号早晨7点，欢迎您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何清。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胜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历经10年建设的上海北横通道东段，本月底主线竣工，全线通车进入倒计时。上海市第4届市民运动会开幕，上万人参与城市定向赛，沿途打卡景点地标。中央环保督察组环保督察成果显现，上海小昆山镇垃圾填埋场根除顽疾，160亩休闲林地造福居民。广西巴马1小时降雨量超100毫米，引发城市内涝。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降水将明显减弱。俄总统普京提名新一届政府主要部门负责人人选，原副总理别洛乌索夫被提名为国防部长。乌军炮击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市，致一居民楼坍塌，伤亡人数持续上升，俄方称将按恐袭调查这起事件。历时近10年建设的北横通道全线通车进入倒计时。北横通道东段项目昨天传来最新消息，预计本月底项目就将迎来主线竣工，具备通车条件。东段主线建成通车之后，将为沿线区域和虹桥枢纽间提供一条新的快速通道。在北横通道东段的一处出口，地道标识、标线等设施已安装完毕。眼下，施工人员正进行地道内的机电调试与地面道路的收尾工作。目前，北横通道东段主线隧道已初见全貌，整体设计风格简约明快。安全性方面，一些逃生设施、应急出口的辨识度进一步提升。北横通道人性化的设计也非常的多。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大家在这儿可以看到一个个白色凸起的小圆点组成的警示线，它的名字呢叫做斗线。当车轮压在这个斗线上的时候呢，会发生这个咯噔咯噔的一个声响，以此来提示驾驶员，哎，您的这个车轮离侧边非常的近了，可能会发生驾驶的安全风险，包括剐蹭的风险。全长约19.1公里的北横通道被称为上海东西向第二条交通大动脉。它西起中环北虹路立交，东至周家嘴路内江路，其中西段长约10.9公里，已在2021年6月通车。正在建设中的东段长约8.2公里，全线为地下道路，隧道穿越中心城区。它建成通车后，代表着北横通道全线投入使用。至5月底呢，可以具备通车条件，届时呢可以往西到虹桥枢纽，往东呢可以通过周家走路隧道到浦东区域去。从整个浦东到我们虹桥枢纽，按照目前的情况呢，可以半个小时到35分钟到达，较以前呢可以缩短半个小时左右的路程。记者陈毅报道。上海市第4届市民运动会昨天在上海体育场开幕。开幕式后，2024中国坐标上海城市定向户外挑战赛正式开赛。今年比赛的主题是跟着赛事来旅游，超万名参赛选手分24条不同特色的主题线路，打卡约150个点标，以城市定向的方式游遍上海滩。赛事为全市贡献8.5万人次客流，用体育家为城市注入更多活力。开幕仪式后，主会场上海体育场内，11000名身穿不同颜色参赛服的参赛者依次出发。他们分为24条特色主题线路，每支队伍全程要完成5到6个点标的任务。在历史悠久的花园饭店，设置了匹克球、颠球接力的任务。每支队伍的5人都要参与，不能中断。需要一个有默契的配合。来到上海中医药馆，队员们需要完成中药称重、配制，并品尝中成汤剂，说出其中的成分。说出那个金钗和铁皮，就是你要区分这两个，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有激发到我想去了解中医药这方面的一个兴趣吧。在商业地标上海广场，选手们不仅要完成舞龙舞狮，还要能歌善舞。完成3项任务，还能收获商场的打折券。今年的赛事以城市定向的方式，
由1.2万名参赛选手打卡沪上著名旅游景点、时尚地标、文博展馆、红色纪念地等，体验多行业元素，释放消费潜能。为激发体商联动，有36家商场参与促消费。为带动更多公众参与体育运动，上海体育场外场也安排了各种运动展示，还有充满乐趣的上海虚拟体育公开赛全民挑战赛。因为我们是虚拟体育嘛，我们借助于软件硬件加上一些科技化的一些手段，其实就降低了这个门槛比如说这个赛艇啊和自行车，其实我们就在用设备就可以进行一个训练，每个年龄都可以试一试。本届市民运动会将持续到11月下旬闭幕。记者韩琼报道。上海从3月30日起实施新一轮绿色智能家电消费补贴政策，对16大类一级能效的家电产品进行补贴。各大商超卖场也推出了一站式以旧换新、延伸局部改造等补贴及服务。不少家电卖场的销售额同比增长50%以上，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空调等传统家电成为以旧换新的主流产品。记者在奉贤区的一家家电卖场看到，不少消费者前来询问以旧换新的家电补贴，然后给到你以旧换新的话折到旧机的话是折到500，然后在个人在享受那个节能补贴是1000。家里的空调就是有耗电厉害的，就是要换个新的，就是这个力度还可以能接纳，就是感觉到蛮实惠的。按照上海市新一轮绿色智能家电消费补贴政策，购买16大类一级能效家电产品，消费者可以按照成交价格的10%享受一次性立减补贴。除了传统的空调、洗衣机等家电，电饭煲、微波炉等8种品类这次也首次进入了上海绿色智能家电消费补贴名录，吸引了不少消费者特地赶来挑选。我们这边家里有一台旧的微波炉，然后到这边来换了一台新的，这边店员在结算的时候又给我们优惠了500元左右。4、5月份是装修旺季，此次各大商家不仅给出价格上的优惠，还推出了服务上的升级，让以旧换新更加方便。我们帮顾客直接是上门去收旧，然后在他换新机的时候再给他换新补贴。目前来说，我们整个双休日的进店客流在递升了25%左右，我们的成交量包括我们的销售同比都在递升50%以上。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琛上海报道。为支持改善型购房需求，提高市民居住品质，4月4日起，无锡市梁溪区在全市率先试点推出商品房以旧换新，市场反响热烈。上周末，首批次40多位以旧换新的市民获颁荣耀业主，同时以旧换新2.0升级版本也同步上线。位于五爱路附近的开元路小区是一个老新村，邹师傅两口子已经在这里住了20多年。商品房以旧换新一启动，他们便积极报了名。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对我们来说很好，我们可以把这个旧的置换掉，马上去换一个就是更好的房子，住得更舒适的。这次选的等于是这个朗诗的科技住宅。今天已经在收拾房间了，因为一星期内就要腾房子了，心情还是比较愉悦的，终于可以搬新房子了。以旧换新是解决当前存量与增量市场矛盾，激活房地产市场活力的创新探索。梁溪成发集团首批次共推出了5个在售楼盘参与。周先生是我们云上诗悦项目以旧换新成交的第一单，那他的房子呢参与了评估之后呢，补充了150万，也成功拿下了我们128平这样的一个科技住宅。那截止目前呢，所有的以旧换新已经成交了超40套，转化率85%。今年5月1日，无锡发布2024房地产新十条，其中明确将加大卖旧买新支持力度。在首批荣耀业主颁奖现场，梁溪成发集团还发布了商品房以旧换新2.0升级版，进一步释放改善型住房消费需求。我们准备把以旧换新呢，除了在梁溪以外呢，适当扩大区域，在全市推开。我们也发现很多推出来请我们进行收购的，其实并不是旧房子，而是市场上的一些次新房，价格呢相对会比较高。所以结合这些呢，我们也提出了一换多的一个模式。也就是说，无锡市区其他区域存量二手商品住房也可以参与以旧换新了，且一套旧房可能可以换到多套新房。但要注意的是，旧房总价需不高于新购房源总价的60%。以旧换新的可选楼盘及其他具体信息，市民可查看相关公告。无锡台报道。为推动人口发展，辽宁沈阳出台10条新措施，多方面放宽和改革落户政策，取消积分落户名额限制。在沈阳租赁住房、务工、就学即可落户，
而在学历方面，落户范围也得到了放宽。高中毕业、技工学校、职业学校及以上院校在校生和毕业生及其本人的近亲属都可以享受落户政策。同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在沈阳取得辽宁省居住证人员及近亲属也可落户。这项新政于5月1日印发，30日后执行。5月11日晚上9点，深圳直飞墨西哥城的新开航线首航航班顺利起飞，经过16个多小时的航程，于当地时间晚上11点24分抵达目的地，受到高规格欢迎。这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条直飞拉美地区的客运航线，航线全长超过14000公里。此前，旅客从国内飞往墨西哥或其他拉丁美洲国家，行程时间长达30到40小时。航线开通后，直飞墨西哥城只需16小时。在深圳机场，不少旅客正在办理前往墨西哥城的直机手续。之前，都是从上海走的话都要转机，所以这次有直达嘛，我们就从上海过来到这边就比较会方便一点。签证上面会更轻松一些，因为有的时候过境的第三国的话，可能需要过境签办理起来会步骤更多一点。此次新开航线由中国南方航空运营，采用空客 A350 直飞，每周2班。该航线全长超14000公里，超越广州到美国纽约航线的12800公里，成为我国航程最长的国际客运航线。当晚，首航航班落地墨西哥城贝尼托华雷斯国际机场后，当地举行了高规格的水门迎接仪式。今年以来，深圳机场陆续开通了至埃及开罗、日本札幌、日本名古屋、越南芽庄、韩国济州等国际客运航线。随着直飞墨西哥城航线的开通，深圳机场已新开及加密1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的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点突破40个。目前每周计划直飞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班近800班。下一步，深圳机场还将陆续开通深圳至沙特利雅得、奥地利维也纳等城市的国际航线，并持续增加至日韩、东盟等国家的航线航班频次。深圳台报道。深圳罗湖区政府宣布，未来将进一步推进深港合作，考虑将香港东铁线引入罗湖境内，并在罗湖口岸实行一地两检。只有一河之隔的深圳罗湖与香港两地民众双城生活变得越来越平常。罗湖区政府早前推出总面积126公顷的4个集中连片区域开发计划，包括临近罗湖口岸的 B1 地块。当地政府计划将这幅用地打造成战略新兴产业及现代服务业的跨境合作示范园区。与此同时，罗湖口岸也正规划重建。罗湖区相关部门表示，希望与港府合作，将东铁线引入罗湖境内，实现两地1小时无缝衔接。新建一个一地两检的罗湖口岸，然后实现这一个港东铁从深圳的核心区罗湖直达港岛的核心区只要50分钟的一个车程，然后让两地的这个核心区域之间的这个产业发展能实现一个深度的交融。罗湖区也会在其他3个区域推动深港产业联动发展，在莲塘口岸片区联动香港，布局供应链和跨境电商等贸易平台，对接香港沙岭科创用地，协同布局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罗湖区政府又表示，当地产业结构与香港高度相似，在金融、商贸等方面具有深度合作、融合发展的优势。东方卫视综合报道。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昨天在山东青岛离港起运，前往珠江口盆地的硫化油田，为我国首个深水油田二次开发项目年内投产奠定基础。在拖轮的牵引下，海葵一号抵达胶州湾空旷海域。此时，新光华号半潜运输船已经加水压在下潜，等着将海葵一号稳稳拖起。整个装船过程持续约3小时。装船过程需要使用6艘船舶和半潜船上的锚机密切配合，整个过程像穿针引线一样，将海葵一号精确装载到预定位置，再通过排出压载的海水，同时借助潮汐力量和海水的巨大浮力，轻松举起海葵一号。接着，新光华号通过大船背小船的方式，将海葵一号运往珠江口盆地硫化油田回接安装。海葵一号集原油生产、存储、外输等功能于一体，由近60万个零部件组成，总重近3.7万吨，与近3万辆小汽车相当。
近30层楼高，主甲板最大直径90米，面积相当于13个标准篮球场，最大储油量达6万吨，设计寿命30年，可连续在海上运行15年不回雾。建成后，每天能处理约5600吨原油，将大幅提高焦灰岩油藏的采收率，使潜在的深水边际油田大规模开发成为可能。东方卫视综合报道。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的雨水较少，气温上升，北方升温幅度比较大。预计未来3天，华北、黄淮等地的气温将会明显回升，部分地区的气温将升至30摄氏度以上。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昨天南方地区降水逐渐减弱，今明两天中东部大部地区降水稀少，仅在云南、广西等地仍有降雨。气象部门提醒，未来3天我国降水减弱减少，但是15号江南南部、华南等地还会有较强降雨天气过程，当地4月以来降雨明显偏多，需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未来3天华北、黄淮等地气温回升明显，大部地区气温上升4到6摄氏度，部分地区气温将升至30摄氏度以上，但昼夜温差较大，早晚体感仍然偏凉，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酌情更换衣物。东方卫视综合报道。11号晚上10点开始，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遭受到了暴雨，其中一小时最大雨量出现在了晚上11点的巴马县城区，降雨量为100.7毫米，强降雨导致城区大面积积水。受强降雨影响，12号凌晨，广西巴马城区低洼路段和农田被淹，部分区域交通中断，河流涨水超过预警线，县城积水最深处超过1米，有车辆被浸泡。11号当晚，巴马瑶族自治县启动洪涝灾害4级应急响应，多部门第一时间开展防汛排涝、抢险救援等工作。由于大风造成许多树木倒伏，园林市政部门的工作人员紧急清理，在各个部门的通力合作下，城区水位基本退去，交通恢复正常，相关清淤工作正在进行中。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报，未来2天巴马县还会出现局部降雨天气，气象部门提醒群众需注意防范降雨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这场大雨不光阻断了交通，还导致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城区街道、周边村屯等多处地势低洼的区域发生了严重的积水，有11名群众被困，消防人员紧急开展救援。当天22点54分，位于巴马瑶族自治县巴马镇巴发村口怀屯有11名群众被困于一栋民房内。当地消防接警后，调派4辆消防车、40余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皮艇等救援工具，迅速赶赴现场救援。由于积水较深，消防车无法行驶到现场，救援人员只能涉水前往。该处民房处于一处斜坡底部，积水已达到0.8米深，而且水流湍急，水位还在持续上涨，随时有滑坡的危险。救援人员了解情况后，做好保护措施，在安全地带搭建了一条绳桥，链接到被困人员位置，逐个将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带，最终11人被安全救出。连日来，广西南宁市降雨频繁，为切实做好防汛工作，确保水利枢纽及下游防汛安全，当地水利部门于5月9日至12日开闸泄洪。其中，南宁市雍宁水利枢纽总出库流量为每秒1600至3500立方米。广西玉江老口航运枢纽于5月9日首次开启1米壶门泄洪，下泄总流量达每秒2300立方米，并逐步增加闸门开度。洪水过后，壶门全关，按正常日常调度发电。上述两枢纽将按汛期调度方案开闸泄洪，循序渐进泄水，避免水位大起大落，并密切关注气象水文趋势变化，不断优化泄洪方案。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即日起到15号，左江流域、右江流域以及库区流域还将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的天气过程。5月15号，左江流域、右江流域以及库区流域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为应对汛期后续降雨，南宁市雍宁水利枢纽、广西玉江老口航运枢纽提前开闸泄洪，腾出库容，为强降雨期间拦蓄洪水、确保安全渡汛做好准备。南宁台报道。这两天，贵州省印江县东部乡镇遭受到了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区域出现了11级大风和9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雨。记者赶到木黄镇地查村时，强对流天气已经停止，
但是约30栋房屋出现了屋顶被掀开、房梁和墙壁受损等情况。当地干部群众正在对现场进行清理重建工作。晚上们大概9点多钟，也是就像个风吹来，把我们房屋也就整这个房屋都吹过来，吹到马路上来了。其他就是还有这些大树枝，基本上都是直接有6、7十公分的大树枝，大概有8余棵，全部给翻了倒，断了断。据气象部门监测，木黄镇三河村最大风速一度达到每秒30.8米，风力为11级。村里大片的辣椒、马铃薯等农作物受到损害。受到特大地磁暴的影响，11号和12号凌晨，新疆阿勒泰等地连续2天出现了绚丽极光，吸引了很多摄影爱好者和游客观赏。12号凌晨，阿勒泰地区西北方的天空再次出现绚丽极光，大部分天空呈现红色。红色极光是相对较少见的极光颜色，通常与强烈的太阳活动有关。与极光同时出现的还有颗颗流星划过天际，宛若梦境。此次的极光现象持续了5个多小时。当天空中逐渐出现光晕和光柱不断舞动时，很多特意赶来看极光的游客都大呼震撼。看到新闻说有极光，我就专门从乌鲁木齐赶过来。我是第一次见到极光，很绚丽，很梦幻，非常好看。除了阿勒泰，11号凌晨新疆克拉玛依，12号凌晨新疆五家渠也拍摄到极光画面。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会看到。俄总统普京提名新一届政府主要部门负责人人选，原副总理别罗乌索夫被提名为国防部长。乌军炮击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市，致一居民楼坍塌，伤亡人数持续上升。俄方称将按恐袭调查这起事件。俄罗斯媒体12号援引俄联邦委员会消息报道，俄总统普京提名此前担任第一副总理的安德烈·别洛乌索夫为俄国防部长，同时任命绍伊古为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安德烈·别洛乌索夫生于1959年3月17日，是经济学博士。2012年至2013年任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2013年至2020年任俄罗斯总统助理。2020年1月起任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克里姆林宫新闻处表示，普京当天还任命绍伊古为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绍伊古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秘书后，将继续在他熟悉的领域开展工作。绍伊古将负责军事技术合作局的工作，作为安全委员会秘书，他还将担任军工联合体委员会的副主席。此外，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将继续自己的工作，未考虑在这方面进行变动。他说，军事方面现在的人员配置不变。目前，普京提议任命的完整人员名单已经出炉，俄联邦委员会需在1周内对相关提名进行审议，并向普京汇报审议结果。如无异议，普京将签署总统令，对相关人员进行任命。东方卫视编辑报道。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州长格拉德科夫12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乌军当天袭击了该州比尔格罗德市，造成一栋居民楼部分坍塌，已导致13人死亡，受伤人数持续上升。该地区已拉响导弹警报。发生坍塌事故的居民楼共10层，发生事故的单元完全坍塌，当地相关部门已派出救援人员前往现场。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确认，救援期间这栋居民楼发生了2次坍塌。剩余的楼顶掉落，数名救援人员被埋。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12号中午，乌军对比尔格罗德市居民区发动袭击。俄罗斯防空部队摧毁了6枚圆点诱导弹、4枚吸血鬼火箭炮和2枚赤羊火箭炮。1枚被击落的圆点诱导弹残骸击中了比尔格罗德市的这栋民宅。俄联邦侦察委员会发布消息称，针对乌军对比尔格罗德市的袭击一事，已按恐怖袭击立案调查。俄罗斯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常驻代表表示，当天乌克兰对比尔格罗德市的袭击使用的是北约提供的武器。俄方要求欧安组织领导层严厉谴责乌军对比尔格罗德市的袭击。欧安组织在关于基辅政权军事罪行方面不应持双重标准。
对于何方说法，吴方目前尚无回应。东方卫视编辑报道。视线转向中东，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12号发表视频讲话说，以军继续在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进行精准打击。The Israel Defense Forces is continuing its precise operation against Hamas in Rafah. As part of our efforts to achieve an enduring defeat of Hamas and bring all our hostages home. 哈加里说，以军在拉法对哈马斯进行精准打击以来，已打死数十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并发现地道和大量武器。哈加里强调，以军致力于实现击败哈马斯，并使以方所有被扣押人员获释的目标。以军12号发布战况通报说，当天下午及11号晚间，以南部城市阿什凯隆接连遭到来自加沙地带的火箭弹袭击。另据半岛电视台驻加沙记者报道称，以军正在对加沙北部、中部以及南部拉法地区施加最大军事压力。过去数小时内，以军加大了对加沙北部杰巴利耶难民营的轰炸力度。以军称，哈马斯试图在该地区重新集结，因此以军决定再次发起打击行动。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哈莱维认为，由于政府未能及时制定战后管理计划，导致以军不得不重返杰巴利耶难民营。巴勒斯坦通讯社12号报道，位于加沙北部城市拜特拉西亚的卡麦勒阿德万医院当天接收了12具遗体，另有数十人被困在该市北部居民区的建筑废墟下。位于拉法的科威特医院过去24小时接收了18具遗体，由于以军阻挠，当地医疗救治工作面临困难。东方卫视编辑报道。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市市长伊亚德马加里昨天发表声明，警告当地燃料即将耗尽或将停止公共服务。声明警告称，由于所需燃料即将耗尽，当地水井运转、污水处理以及垃圾清理等基本公共服务或将在未来48小时内被迫停止，这将对当地健康卫生环境造成极大影响。特别是努塞赖特已经容纳了约30万加沙各地流离失所的民众，以色列因为随时可能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承担全部责任。声明还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机构尽快干预，提供援助。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以军过去24小时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共造成63人死亡、114人受伤。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3.5万巴勒斯坦人死亡，超过7.8万人受伤。东方卫视编辑报道。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昨天表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已接受停战提议，但美国和欧洲国家在向以色列施压，要求其同意加沙停火方面做得不够。Hamas kalıcı ateşkese giden yolda gerçekten çok kritik bir adım attı. Netanyahu yönetiminin cevabı ise Refah'taki masumlara saldırmak oldu.Ne Avrupa'dan ne de Amerika'dan İsrail'i ateşkese zorlayacak kayda değer hiçbir tepki gelmedi.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从当地时间12号晚上开始，未来一两天，该国多地将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山体滑坡、洪水等次生灾害。气象部门称，受强对流天气的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日本大部分地区将迎来强降雨，其中西部的冲绳、四国等地24小时降雨量将达到100至200毫米，东北、关东等地将在今明两天出现降雨高峰，预计本轮降雨过后，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接近30摄氏度的高温。气象部门提醒民众届时注意防暑降温。加拿大西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近日野火肆虐，由于火势蔓延迅速，当地政府发布警报，该省纳尔逊堡镇所有的居民被要求撤离。纳尔逊堡镇官员表示，该镇及周边地区的3500名居民中，大多数已被疏散。警方正挨家挨户上门，确保所有人撤离。纳尔逊堡镇以西数公里处10号燃起野火，11号过火面积几乎翻了一倍，达到约17平方公里。受大风天气影响，野火产生的烟雾11号飘至邻省艾伯塔省部分地区，导致埃德蒙顿市空气质量变差。此外，麦克莫里堡市西南方向约25公里处燃起野火，部分公路路段能见度可能受到影响。当地政府已发布警报，但尚未下达疏散令。气象部门称，预计未来几天没有降雨，建议民众在室内活动。加拿大去年经历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野火季，造成毁灭性破坏。
数据显示，去年加拿大野火季持续超过五个月，累计过火面积达18.5万平方公里。当地时间11号凌晨3点左右，美国加州帕萨迪纳市发生了一起严重车祸。一辆高速行驶的特斯拉汽车在路口处转弯时失控撞上电线杆，并猛烈地撞击路边的一幢房屋，导致车内3人死亡、3人受伤。车内当时共载有6人，目前伤者正在附近的医院治疗，情况稳定。事故还导致了当地500多户居民断电。事发十字路口持续封闭，直到当天下午2点45分才恢复通车。世界首个全电动赛艇锦标赛 UIMEI 世界赛艇锦标赛，那移师意大利水城威尼斯展开了第二站的争夺。那作为其中的一支参赛队伍的投资人，美国前橄榄球明星汤姆·布雷迪也现身赛场边，为自己的队伍加油助威。Are you ready? 拿起一年多未碰的橄榄球，送出一记标志性的精准长传。从体育明星变身投资人的汤姆·布雷迪，用这样的方式为自己的赛艇队伍打气。布雷迪是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历史上最伟大的四分卫之一，曾7次夺得超级碗冠军。除了他之外，西班牙网球名将纳达尔、科特迪瓦、退役足球明星德罗巴、F1 赛车手佩雷兹等体育圈名人也都加入了E1赛队老板的行列，大大提升了这项新赛事的影响力。E1锦标赛使用的赛鸟电动赛艇长7米、宽3米，100%由电力驱动，最高时速可达50节，约合每小时93公里。不过受制于电池的续航能力，赛艇在比赛间歇期需要充电，因此赛事也参照 F1 等赛车比赛的模式，将每站比赛分为2天进行。今年的E1锦标赛共设7站，揭幕战已于2月在沙特吉达举行，5月至9月赛事将辗转意大利、西班牙等5个欧洲国家，11月9号到10号最终的收官战将在中国香港举行。东方卫视编辑报道。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会看到。中央环保督察组环保督察成果显现，上海小昆山镇垃圾填埋场根除顽疾，160亩休闲林地造福居民。上海崇明首个水稻育秧智慧工厂投入试运行，日均生产秧苗3万盘，出苗率高达95%以上。北京时间早晨的7点34分，欢迎您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何清。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我们新闻继续。5月9日，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上海，开展为期1个月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3天来，上海已累计收到督察组交办的信访举报件90件，均已及时转交各区和调线部门处理。此前，中央环保督察发现上海小昆山镇一个非正规生活垃圾填埋场周边水沟内废水氨氮浓度大幅超标，且该场地位于黄浦江上游2级水源地保护区内。对此，小昆山镇第一时间制定了应急环境整治方案。走进小昆山镇大岗村，这片占地160亩的休闲林地绿意盎然，一改此前臭气熏天、垃圾遍地的状况。不正式的时候，方圆几里是一片臭气。现在通过整治，美化了环境。嘛，休闲林地嘛，吃了晚饭，就是这里的村民啊、居民啊，都到晚上到这里来玩，都说很好。这里位于黄浦江上游2级水源地保护区内，同时也是松江取水口的备用口。2011年垃圾场停用时，仅做了简单覆土掩埋，没有防渗措施。为彻底解决填埋场内污染隐患，整改期间，施工单位采取了分区止水、隔断开挖的总体方案，也就是开挖一段、渗绿叶处置一段、塑土回填一段，最终将垃圾送老港填埋场填埋，最大限度降低环境二次污染风险。整个整改当中的没有一例发生过次生灾害，
没有一例的安全生产事故，也没有一例的老百姓的投诉。从目前来看，整治之后的地下水的一些这个指标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应该来讲是为我们整个黄浦江上游水源地的这个保护啊，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整治之后的林地的开放林的建设，为我们当地老百姓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休闲的一个这个健身的一个场所，应该来讲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也非常强。东方卫视记者杨柳一上海报道。眼下正是农业生产备耕备种的关键时期，在崇明，首个水稻育秧智慧工厂已经投入试运行，以新智生产力推动传统农业创新升级。水稻种的好不好，育秧是关键。这里是刚刚投入试运行的崇明区首个数字化育工秧服务中心，在我手上的这一盘水稻秧苗就是刚刚从流水线上下来的。在崇明三星镇的这个水稻育秧智慧工厂，自动化流水线高速运转，分盘、铺土、播种，再到最后出盘，整个过程只需几秒钟。现场负责人介绍，目前中心共有两条生产线，日均生产秧苗30000盘，相当于每天可以为1000亩稻田提供秧苗。和传统模式相比，省时省力。我们现在一根流水线，其实三个人就是基本上会解决了。那么原先呢，一般都要8-9个人，节省了60%。两根流水线每一个小时可以播种3000盘，那么传统的话，一个小时两根流水线的话是在1200盘左右。流水线两边还配备了6个恒温暗化室，采用温湿度一体化自动控制系统，稻种在48小时内就可以出芽。苗已经出来了，芽出来了，这一盘苗稻田里面长的稻子大概在40斤左右。水稻育秧数字化生产是全国领先技术，通过这样的育苗方式，出苗率高达95%以上，而以往只有80%左右。未来崇明计划再建造2到3个这样的育秧智慧工厂。记者洪焕全报道。昨天是母亲节，而对杨浦交警支队的青年民警们来说啊，大家有一位共同的母亲。25年间，这位特殊的母亲和杨浦交警的情缘延续了3代，从未间断。因为上趟子当侬出去的辰光，觉着侬个搿轮椅有点旧了，所以讲帮侬买了只新的轮椅。在母亲节，换上新轮椅的林妈笑得格外灿烂。还没等民警小尼调试完新轮椅，林妈很自然的就批评起了这个小辈。说是批评，其实住在敬老院里的林妈平时最牵挂的就是小尼。之前从小尼同事这儿听说他在外巡逻，平时喝水少，林妈便托人买了一个正好能放进摩托车储物箱的大保温杯。聊了好一会儿后，小尼拿出了一本相册，这里记录了25年来杨浦交警3代人和林妈母女的共同回忆。翻了没两页，老人就看到了已经离世8年的亲生女儿，不禁百感交集。你脸都哭到了，但是你记得来关心我，那爸爸走的人。林妈所说的自己丈夫去世之时，正是25年前的1999年。当时杨浦交警肖玉泉在街头偶遇残疾母女陈爱玲和许佳丽，在得知孩子父亲早就去世，腿脚残疾的陈爱玲要独自抚养患有先天脑瘫、身心发育迟缓的孩子后，肖玉泉主动伸出援手，开启了爱心帮扶之路。阿拉侬读书光，也是通过肖丽群人在搭教育去讲的。嗯，因为阿拉侬当时15岁了，一个字不识。你不可能死了就会。不幸的是，3年后，肖玉泉因病去世。此后，曾与肖玉泉同一港组的金海波主动接过接力棒，继续为母女俩送去温暖。2016年，陈爱玲的女儿因病去世，她悲痛万分。金海波带来了一批又一批和她女儿年龄相仿的青年同事，希望给陈爱玲带来精神上的慰藉。这是我两个小徒弟，两个小姑娘。你们叫陈阿姨。从肖玉泉这个前辈一直延续到现在，然后从肖玉泉到金海波，再到现在的我的话，我们也是把他已经视作是自己的家人了。记者李恩婵报道。最近在上海公安团员行动的帮助下，来自贵州的潘女士通过生物信息比对找到了失散6年的儿子。在母亲节这一天，骨肉分离的母子俩终于在上海团聚。是妈妈吗？
是不是妈妈？在福利院工作人员的搀扶下，小潘一步步走向生母潘女士和姨妈。小潘有先天智力缺陷，走失的时候才15岁，如今已是21岁。看着失而复得的儿子，潘女士激动得红了眼眶。高了，胖了一点，我带着我。你带着瘦瘦的，是不是、啊？我带着有点瘦瘦的。潘女士来自贵州，她说自己2018年在徐汇打工时，不幸与儿子走散。我们全家人都在想着孩子，怀念那或者朋友一直在网上也找，没有找到什么。今年以来，徐汇公安分局刑侦支队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专班，全力开展团圆行动。通过对潘女士遗采及血样进行单亲比对，梳理出上千余条符合条件的人员信息，再一一研判筛选，最终排查出一名疑似其儿子的刘姓人员。经调查得知，刘某存在智力缺陷，因此福利院为他重新起了名字，并办理了身份证，目前居住在上海救助站内。他是2018年的时候呢，在上海一个建筑上面流浪，因为他被相关部门发现，后来护送到我们这里来的。后续我们为刘姓人员采集了生物信息，再与潘女士的生物信息进行比对，就确认两者具有亲缘关系。骨肉分离6年后，母子俩终于团圆。潘女士和姐姐向在场的所有人表达谢意后，带着小潘返回贵州老家。感谢上海的救助站，感谢每一位关心帮助过我们的人。记者孙启萌报道。昨天是第113个国际护士节，截至去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了563万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护士超过80%。上海目前有注册护士11.63万，相比2019年增长了20%。以往大家在医院啊看到的大多都是女护士，随着现代护理行业的多样化需求，护理专业里有了越来越多男护士的身影。休息好了吗？休息好。我们来平躺一下，我给你测个血压好不好啊？在上海黄浦区的这个社区医院，一大早护士小金就进入病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为患者量血压、清疮、吸痰、打针、翻身、清理大小便，这是小金的工作日常。起初，不少患者都担心这个23岁的大男孩做事会不如女护士细心，可小金很快就用自己的专注打消了大家的刻板印象。一个男护士能够对自己的工作这样认真的是不容易的，说明他热爱这个工作，翻身啊啥啊，侪比人家的就是讲技巧方面。尽管这些年来男护士的占比正在逐年提高，但在社区医院里却仍是万花丛中一点红的存在。好在繁重的工作中，小金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每天能够看到患者他们就逐渐康复的这种快乐的心情，每天就想着哎呀，马上就能帮他们护理出院了，这份开心的心能够支持我。除了本身的护理专业技术，小金还拥有中医推拿等多种证书，加上对医疗器械的操控能力强、动手能力强，不少患者都点名要他打针，点名要他带着去康复理疗。在社区医院工作短短半年时间，小金就成了护理岗位上的香饽饽。体力比较好，应激能力比较强，我们现在目前达普社委有第一个，陆续还有第二个、第三位男护士进入我们的护理队伍。今年上海将再建30家标准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理中心，此外也将继续提升护理人员的专科能力，切实提升市民享受优质护理服务的可及性。上海也是在全国率先为我们的护士出护士专科门诊制定了相应的标准，我们说我们的延续性护理要做到100%，病人非计划再返回医院的这个率要降低。东方卫视记者周文运上海报道。正在上海举行的第8届中国品牌日活动首次设立美好市集展区，汇聚了一大批中华老字号、非遗手工艺品等品牌企业，同时企业展区设置了更多的互动体验，成为了今年活动的一大亮点。走进美好市集，马头琴悠扬的琴声伴随着动感的舞步，让人仿佛置身辽阔的大草原。现场雕版印刷、漆扇等非遗技艺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欣赏体验。漆扇的话呢，它就是把很多大漆放在水面上，滴在水面上，然后呢把它搅和成不同的形状，然后有这个扇子啊，
就以不同的这个手法慢慢的进去漂一下转一下，然后就可以出来这种漂亮的花纹了。以见人见物见生活为主题，中国品牌日首设的美好市集吸引了全国各地150余家中华老字号、区域特色消费品、地理标志产品等品牌企业参与展销。而在央企、地方馆等展区，则让观众能近距离了解大国重器和科技创新的成果。作为中国高铁列车出海第一单，去年十月在印尼开通商业运营的雅万高铁已经成为中国品牌走出去的一张金名片。雅万高铁动车组呢，是依托着我们世界上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复兴号动车组的技术平台，为印尼当地的民众专门量身打造的，代表着中国品牌在世界上的这个影响力。这套自主研发的虚拟现实航空培训平台，不仅能让观众身临其境般学习航空操作，还能掌握危险环境下水上逃生的技能。在整个过程中，我也学习到了该如何正确逃生，我觉得这个就还蛮有意义的。在这种环境下的话呢，我们可以保证每一位学员都完成整个水上的训练段，相当于是360度一个虚拟现实的真实体验吧。中国品牌日活动将持续到5月14日。记者金普庆、谢丹青报道。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作为上海护理界最高荣誉，第七届左英护理奖揭晓，来自全市的22名优秀护理工作者获此殊荣，20人获提名奖。左英护理奖每2年评选一次，至今已评出左英护理奖获得者101名。从今天起至5月15号，上海民办初中网上报名将开启。每个学生可填报一个民办初中报名志愿，并可填报一个民办初中调剂志愿。对于需家长确认是否符合报名条件的计划，各区可组织验证，验证时间为5月22号。首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总决赛颁奖仪式在复旦大学举行。大赛自去年8月启动以来，累计报名学生952万人，覆盖高校2740所，占全国普通高校总数的98.6%。经过激烈角逐，600多名大学生晋级总决赛。总决赛决出了金奖、银奖、铜奖以及优秀组织奖、优秀指导教师奖等奖项。绿跑中国全国赛首站在上海海湾国家森林公园鸣笛开跑，吸引近1000名路跑爱好者参与。大赛以路跑加郊野微度假的形式，串联起海湾国家森林公园11处景点，让参赛者在运动的同时尽情享受森林之美。本次活动还践行可持续办赛理念，赛事包和奖牌均采用环保材料制作。第五届长三角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展在安徽广德市举行，88个沪苏浙皖四省市的非遗项目集中亮相，传统服饰、美术、美食、技艺等10000余件非遗作品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参观。2024年泰州铁人三项亚洲杯赛、全国铁人三项冠军杯系列赛在秦湖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作为巴黎奥运会前的积分赛，比赛吸引了来自中国、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804名运动员及铁人三项爱好者参赛。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上周 A 股集体上涨，沪指累计涨1.6%，深成指累计涨1.5%，创业板指数累计涨1.06%。机构表示，宏观政策环境下不断的改善，那诸多正面的因素呢在积累，各类资金抢跑推动了近期中国资产全面修复，乐观的情绪在萌芽，市场已经回归到常态。那么 A 股后市怎么走？我们现在就来连线一下第一财经评论员、国金证券财富中心策略分析师黄岑栋。黄先生早上好，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好的，上一周 A 股呢整体走的还是比较的强劲。那对于本周而言的话呢，我觉得投资者啊还是要适当的进行一个逢高的获利了结，适当的要控制一下仓位。那最主要的原因呢，其实和上周末所公布的一系列的经济数据其实是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其实从这一次的经济数据上来看的话呢，我认为啊整体应该来说还是呈现一个冷热不均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从通胀数据上来看的话呢，4月份的 CPI 呢是上升0.3%，但是 PPI 呢还是有下降2.5%。那么往后面来看，我们觉得整体的一个通胀的趋势啊，应该说是温和的会进行回升。那一方面呢，是由于整体基数关系，那去年5到7月份的基数其实是比较低的。第二个方面呢，确实还是有一些驱动的因素，供给侧的改革以及整体需求方面的政策的刺激，都会引导后期整体价格呢会稳中回升，那有利于整体后
后期通胀的回升，那么这期确实对股市是比较的利好。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整体的金融数据啊，确实是比较的不佳。那么其实从整体的四月份新增数量来看，是出现了下降了接近2000亿。那么其中呢，像整体的新增信贷以及企业债券等等，这些呢都是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落的。那么从 M1 的一个增速上来看，也是出现一个历史比较罕见的负的1.4%。那么这其实也说明整体企业对于整体资金的需求其实还是比较的低，也是说明当前整体的一个实体经济确实还是存在进一步需要进行稳固的一些政策方面的刺激。所以总体而言的话呢，那我们觉得整体的一个指数在上一周呢确实是出现一个回升，但是呢随着整体3200点这样的一个压力位的临近，以及呢整体金融数据的不佳，可能会影响到整体的市场的风险偏好。因此对于整体本周市场而言的话，那我们觉得可能仍有进攻，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适当的控制一下仓位的。主持人，王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那接下来呢有请江波为您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江波，好的，接下来一起进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我们先来看一下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炒作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用意何在。文章说啊，近一段时间以来呢，在缺乏事实依据的情况下，美国极力渲染所谓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的论调，引发了一些国家的跟风炒作。那么这么做的真正目的可以说是众目睽睽，美国出于国内经济政治需要，无视市场规律和国际规则，渲染炒作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是经济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新托词。少数其他国家出于各自的短期利益盲目跟风，这不利于中国，不利于美国，不利于相关国家，也不利于整个世界。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做法到头来只会是损人不利己。好，我们来看一下经济日报的这篇文章，避免网红景点大手笔立项半喇子收尾。文章说啊，近几年呢，随着文旅市场的持续升温，各地打造的网红景区景点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了。但是近日媒体在调查后发现啊，因为投资中断、违规占地等原因而陷入停摆烂尾的半喇子项目不时出现，造成了较大的资源浪费。文章对此评论说，在互联网时代，打造网红景区景点首先就应该要依法合规，秉持端多大的碗盛多少饭的理念，量力而行来推进文旅产业的发展。同时打造网红景点还应该要充分地挖掘地方特色文旅资源，以文化赋能景区，做到内涵丰富、特色彰显。当然打造网红景点呢是文旅发展的催化剂，推动网红变长红还需要在提升服务质量上下大的功夫。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光明日报客户端的这篇文章。近日民政部、国家发改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相关意见，明确要全链条的规范养老机构收费行为，防控资金风险，确保专款专用等等。文章评论说啊，七部门联合印发文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当前养老问题。现实中养老地产、养老金融、旅居养老等新业态通常采取卖卡预售模式，可一旦资金链断裂、退费难、暴雷、跑路等问题就会随之浮出水面。我们来看一下这次七部门联合印发了相关的指导意见，主要就有三大亮点。第一，制定的机关层级高，跳出了地方立规的层面，所以出台规范性文件的效率更高，约束性更强。那第二就是为预付费设定了天花板，有利于防止预付费野蛮喊价。第三是在日常监管的基础之上，采取银行存管和风险保证金方式管理，严禁将预收会员费用于高风险投资，这可以进一步提高了资金的安全水平。那对此我们再看一下北京青年报客户端的这篇评论文章，说
其实啊，这次文件部署对养老机构预收费进一步加强了监管，比如说将养老服务费、押金和会员费全口径纳入监管范围，最大化压缩养老机构擅自挪用所有预收资金的空间，可降低风险隐患。再比如说，对一床多卖、超长期限预收费、退费难等现象精准出招，这是以问题为导向所做的部署安排。又比如，严防养老机构商事行为异化为非法集资活动，这是汲取了过去的教训，避免暴雷跑路现象的重演。所以总之啊，七部门这次出台上述文件，目的就是要守好老人的钱袋子，防止养老钱被坑掉。好，来换个话题，看一下北京晚报的这篇文章。据报道，近期一组来自国家卫健委的统计数字让人不免忧心忡忡。截止到2023年底，我国医护比还不到1:1，按照1:2的目标来测算，全国护士的缺口接近是400万人。业内人士就表示说了，造成这一缺口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工作超负荷，另外就是工资待遇不高，特别是职业的尊荣感不强，加剧了一些人不愿意加入护士队伍，甚至进入的没工作多久又选择离开了。文章评论说，今年我国护士节的主题是发展护士队伍，优化护理服务。护士队伍兵强马壮是优化护理服务的前提，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对接人民群众的多层次差异化护理服务需求。而加大护士的培养力度和专业度，逐步提高护士的待遇，提升护士职业的尊荣感，不求一蹴而就，但求日拱一卒。对护士的重视和赞扬不能局限在护士节这一天，更不能停留在口头和社交平台上，必须要有实际的动作。而对此，北京青年报呢说了，护士缺口400万，补数也要补质。文章说呢，现在我们在重视数量不够的同时，我们还不能忽视了护士服务质量的问题，也就是解决数量和质量啊，要两手抓两手硬。相关数据显示，大多数护士的学历现在在大专以上，而且护理人才的结构已逐渐向包括本科、硕士、博士等多学历层次在转变，这无疑有助于确保和提升护士的服务质量。不过我们同时还是要看到，仍有部分护士学历不高，专业能力不强，服务态度欠佳，这和我国医疗体系以及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是有距离的，所以质量问题也不容忽视啊。好了，这时段报连下内容就这些，接了把时间交给主播。好的，谢谢江波。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会看到浪漫五月，繁花似锦，上海市民园艺中心遍布全市各区，数量超过130家。广东深圳新能源车指标申请条件再放宽，当地加快建设超充之城，超充站数量已超过加油站。12306就宠物上高铁展开问卷调查，将根据调查意见进行可行性研究。美发布评定以色列加沙行动报告，事实与结论自相矛盾，报告有意为对以军人留余地。北京时间早晨8:00，欢迎您来到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何清。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胜男。我们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晴到多云，偏北风，今天下午转东南风，明天南到东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明天最低温度17度。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浪漫五月，繁花似锦，对于爱花的人来说啊，光是去公园赏花可能还不过瘾，如何用姹紫嫣红来把自己的家也装扮得春意盎然呢？也许可以从遍布全市各区的130多家市民园艺中心找到答案。来看报道。新鲜上市的当季绣球、芍药、娇艳玉滴，还有蝴蝶兰、朱顶红、百合，花色繁多。开设在复兴公园内的这个市民园艺中心，每天都会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流连，有看中的花还能当场买回家去，
价格也很亲民。我们直接从基地上直接送过来的，就是说省去很多中间环节。一旁的花房里，社区园艺师们还会现场传授技巧，教大家如何打理买回家的花材。然后旁边还有那个老师会授课，教你怎么插花，就感觉很有参与感。里面都是有一些我们植物的老师，专业的老师为大家能够答疑解惑。喜爱种植花草的市民越来越多，为了让大家既能就近买到廉价物美的花材，又能在碰到问题的时候随时求教，从2021年开始，市民园艺中心在各个区应运而生。像寸土寸金的黄浦区，就把园艺中心开进了各个街角的口袋公园。花房不算大，但地段绝佳，很容易吸引来往的市民，甚至还吸引来了科研机构的植物专家们。这两个是比较特殊的品种，它是低藤芍药。延中绿地内的这家市民园艺中心新开不久，在这里当季的鸢尾有50多款之多，最受追捧的芍药更是有足足100多个品种，跟一般花店卖的也都不一样。然后就是平时好像很多都得去那种专门的花展才能看到，就植物园的科研博士他们都非常的大方，会给到一些他们很珍惜的品种给我们做展示，根据时节的不同来安排一些时令的花材的展览。看中市民园艺中心的接地气，上海植物园科研中心把他们从世界各地引种或自主栽培的最新品种，在正式上市之前放到这里来试水，来了解最直接的市场反馈。很多人可能不一定会去植物园，但是他来花店的机会会很多，调查一下市民对于花色或者是对于花型的一个喜好的一个偏好，对于我们未来培育新的品种它其实有一个指导作用。经过3年的发展，如今街头巷尾的各个园艺中心里一年四季活动不断。闵行梦花园作为上海首批挂牌的市民园艺中心之一，这个5月就正在举办上海家庭园艺展，现场布置了10多个花园阳台样板间，市民可以直接拷贝设计巧思，蓝色和白色，然后配一些这种比较陶艺的种，哎，这种呢都火老漂亮了。照着它的样子，我可以就是在家里种种花。平时梦花园里还开设有昆虫课堂、植物烘焙、花艺插花等各种科普和体验活动，各个年龄段的爱花人士都可以参与。第一次看到那个西瓜虫团成球的那种，这是一个大自然提供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课堂。从小到三四岁的孩子的一些 DIY 的最基础的科普知识，到8、90岁的一些花园摄影啊这些，我们最主要是以接地气的这种方式，让更多的市民能够了解到我们花园文化知识的这个传播。作为市民家门口的园艺服务站，如今上海市民园艺中心已经遍布全市各区，数量超过130家，并且还在继续推广布点中。到去年呢，是社区园艺师已经达到了341名，已经实现了上海全市各街镇的全覆盖。那么我们的目标呢，也是想我们的市民园艺中心呢，也要实现我们各街镇的全覆盖。像八爪鱼一样的手术机器人如今已经不是科幻场景，生成式 AI 各类大模型已经渗透进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产业腾飞需要检测能力、行业规范同步跟上。日前上海出台行动方案，全面要求头部检测检验机构与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对接协作，强力助推生成式人工智能、汽车芯片、创新生物制品、医疗机器人等10大重点产业。这2年，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已成火爆之势。我国迄今已推出上百个大模型，其安全性、可解释性、伦理风险如何，就需要有质检中心提供一份精确的质检报告。上海生成式人工智能质检中心自去年6月挂牌筹建以来，截止到目前已出具了近200份 AI 体检报告。而质检中心所属的上海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中心，自2016年以来已开展了2000多项 AI 检测业务。近3年更是累计发布了 AI 检测相关标准30余项。上海此次筹建生成式人工智能质检中心，更是明确提出要同步研发检测技术，推进标准制定，为 AI 发展守住底线，引领产业健康发展。达芬奇手术机器人是目前全球最成功及应用最广泛的手术机器人，通过医生操控机械臂进入人体进行微创手术，可超越人手、人眼、人力的极限。此前，国内应用一直依赖进口，直到2023年10月，首台国产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终于亮相。
在企业努力突破的背后，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位于浦东的上海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于2022年自主研发出了一套高速动态摄影测量系统，可以对原本检不了的精度进行度量，为机器人手术提供更为精准的数据支撑。有了院里面更先进的检测设备以及他们提高的检测能力，能够加快我们企业新产品的注册检验进程，能够使我们的国产化产品更多的服务到患者，带来了切实的好处。伴随着科技创新引领的技术迭代，产业加速腾飞，上海针对机器人、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一代移动通信、新材料等先导产业的检测力量也在蓬勃发展。检验检测行业规模以上企业467家，户均产值7484.8万元，发展质量和规模领跑全国。在我们的调研中发现，实际上特别是在一些前沿的产业链的这个需求当中的话，我们的检验检测可能跟产业的需求还存在一定程度的供需错配的现象，也是按照新质生产力现代发展的要求，一个是聚焦传统产业的改造的提升，再一个聚焦未来产业的一些前沿的技术，我们也会做一些前期的研究部署，来推动我们检验能力的整体的提升。东方卫视记者龚海运，上海报道。历时近10年建设的北横通道全线通车进入倒计时，北横通道东段项目昨天传来最新消息，预计本月底项目就将迎来主线竣工，具备通车条件。东段主线建成通车后，将为沿线区域和虹桥枢纽间提供一条新的快速通道。全长约19.1公里的北横通道被称为上海东西向第二条交通大动脉，它西起中环北虹路立交，东至陆家嘴路内江路，其中西段长约10.9公里，已在2021年6月通车。正在建设中的东段长约8.2公里，全线为地下道路，隧道穿越中心城区。它建成通车之后，代表着北横通道全线投入使用。昨天，京津冀三地举行党政主要领导座谈会，三地围绕政务合作、产业协作、协同创新、现代服务业、绿色低碳等多个领域签署了一批合作协议和产业合作项目，有效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进一步走深走实。此次签约的合作协议和产业合作项目共13个，项目聚焦未来京津冀三地共同推进的协同发展重点工作，进一步深化产业、科创、社保、医疗等领域合作。根据项目内容，北京市怀柔区和天津市滨海新区将围绕搭建公共服务平台、推动应用场景开放、加强文旅资源合作等9方面联动发展。天津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将与北京中关村合作推进高端医疗产业园二期开发建设，共同打造中关村高端医疗产业辐射区。此外，总投资25亿的高性能储能动力电池生产及上下游产业项目，总投资50亿元的全国评级保障物流总部基地等也将落户京津冀。这里面呢，有省市之间的合作协议，也有区与区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项目，从体制机制改革到生态、环保、交通等重点领域，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每一个方面呢都有所代表，也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下一步的路线图和任务书。在此次京津冀三地举行的座谈会上，三地还围绕共同推进雄安新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协同推进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方面，共同发布多项政策机制，加快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向更高水平迈进。下一步啊，我们京津冀三地啊，将聚焦推动六条产业链的突破落地，强化呢跨区域的协同、跨部门的协作，不断的完善呢协作机制，形成一批呢方案和举措，依托北京海淀、天津滨海、河北雄安呢等核心承载区，协同做优做强了生命健康等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啊向世界级集群迈进，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迈上新台阶。座谈会上还发布了京津冀社保一卡通的应用场景，推进三地社保卡跨省通用、一卡多用、线上线下场景融合发展。本次京津冀共同发布的社保一卡通应用场景涉及交通出行、旅游观光、文化体验、医疗卫生等多个领域。
京津冀居民持社保卡，在三地可享受22项人社服务事项一卡通办，3000余条交通线路一卡通城，33家旅游景区一卡通游，6万多家医疗机构一卡通结等跨区域便利服务，推动我们所有的应用场景的拓展使用，使我们京津冀的老百姓更多的感受到居民服务的这种的便利性。未来呢，其实我们更多的还是考虑在民生领域的应用，比如说我们下一步可能在养老、民生食堂等等方面会做一些拓展。5月11号晚上9点，深圳直飞墨西哥城的新开航线首航航班顺利起飞。经过16个多小时的航程，于当地时间晚上11点24分抵达目的地，受到了高规格的欢迎。这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条直飞拉美地区的客运航线，航线全长超过14000公里。此前，旅客从国内飞往墨西哥或其他拉丁美洲国家，行程时间长达30到40小时。航线开通后，直飞墨西哥城只需16小时。在深圳机场，不少旅客正在办理前往墨西哥城的直机手续。之前，都是从上海走的话都要转机，所以这次有直达嘛，我们就从上海过来到这边就比较会方便一点。签证上面会更轻松一些，因为有的时候过境的第三国的话，可能需要过境签，办理起来会步骤更多一点。此次新开航线由中国南方航空运营，采用空客 A350 直飞，每周2班。该航线全长超14000公里，超越广州到美国纽约航线的12800公里，成为我国航程最长的国际客运航线。当晚，首航航班落地墨西哥城贝尼托华雷斯国际机场后，当地举行了高规格的水门迎接仪式。今年以来，深圳机场陆续开通了至埃及开罗、日本札幌、日本名古屋、越南芽庄、韩国济州等国际客运航线。随着直飞墨西哥城航线的开通，深圳机场已新开及加密1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的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点突破40个。目前每周计划直飞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班近800班。下一步，深圳机场还将陆续开通深圳至沙特利雅得、奥地利维也纳等城市的国际航线，并持续增加至日韩、东盟等国家的航线航班频次。深圳台报道。深圳罗湖区政府公布，未来将进一步推进深港合作，考虑将香港东铁线引入罗湖境内，并在罗湖口岸实行一地两检。只有一河之隔的深圳罗湖与香港两地民众双城生活变得越来越平常。罗湖区政府早前推出总面积126公顷的4个集中连片区域开发计划，包括临近罗湖口岸的 B1 地块。当地政府计划将这幅用地打造成战略新兴产业及现代服务业的跨境合作示范园区。与此同时，罗湖口岸也正规划重建。罗湖区相关部门表示，希望与港府合作，将东铁线引入罗湖境内，实现两地1小时无缝衔接。新建一个一地两检的罗湖口岸，然后实现这一个港东铁从深圳的核心区罗湖直达港岛的核心区只要50分钟的一个车程，然后让两地的这个核心区域之间的这个产业发展能实现一个深度的交融。罗湖区也会在其他3个区域推动深港产业联动发展，在莲塘口岸片区联动香港布局供应链和跨境电商等贸易平台，对接香港沙岭科创用地，协同布局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罗湖区政府又表示，当地产业结构与香港高度相似，在金融、商贸等方面具有深度合作、融合发展的优势。东方卫视综合报道。去年6月，广东深圳启动超充之城建设，超充站加速布局。目前，深圳已经初步构建起了遍布全城的超充服务点位，超充站和充电枪的数量已经双双超过了加油站、加油枪数量。那么超充的速度究竟有多快？它的利用率又如何呢？打开爱深圳手机 APP 就可以显示距离车主最近的超充站。按照提示，记者用了8分钟左右的时间到达了最近的一个超充站，扫一扫充电桩上的2维码，提枪加电，仅耗时4分钟左右，车的电量就从49%恢复到60%。相比普通充电桩，超充桩的充电效率最高能够提高5到10倍，充电价格与普通充电桩持平。在传统的这个快充上面，补电的时间是要去到40分钟左右到1个小时，那在这个超充上面，补电的时间是缩短到20分钟左右。
在另一个超充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站内一共18个充电枪，平均每把充电枪一天要为近12辆车进行充电。以前充电站比较少，现在充电站越来越多了。现在我们在手机端呢，轻松搜一下就可以找到最近的一个充电站了。截至4月30号，深圳已累计建成超充站362座，实现超充站充电枪数量超过加油站加油枪数量。随着超级充电模式的推广，充电效率大幅提升，充电量也快速增加。今年1到4月，深圳新能源汽车累计充电量达到9.2亿度，同比上升4.6%。还有人担心啊，这么多高功率超充站的接入是否会加大电网负荷呢？电力部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电网可以通过合理的调度和管理实现平稳运行，超充站并不会给电网造成压力。而在加速布局超充站之外啊，深圳还通过技术创新、布局产业、完善规范标准等措施，加速推进超充之城建设。在深圳中心区一处正在试运营的光储充放示范超充站，陆续有新能源车前来体验新的充电方式。该站不仅配备了超充站的全液冷超充桩，同时还应用了光伏发电储能电池，可以补充充电电能和利用绿色能源。结合我们的储能系统呢，可以实现在谷期充电，然后呢峰期放电，这样的话呢可以有效解决谷期大量电车用电的时候呢对电网的冲击。在深圳，现在每登记上牌的3台新车中就有2台是新能源汽车。截至目前，在新能源汽车充电设备制造领域，深圳本土企业全国市场占有率合计超70%。除了推进技术落地和产业发展，深圳还进一步完善了超充站建设的相关政策。4月1号起，深圳实施全国首个电动汽车超级充电设备分级评价规范和电动汽车集中式公共充电站设计规范。两个规范不仅明确超充设备单枪额定功率不低于480千瓦，还对电动汽车集中式公共充电站选址、充电站布置等标准规范进行了具体设置，将进一步推动深圳集中式公共充电站和超充站的高品质建设。深圳计划到2024年底将累计建成超充站达1000座。近日，广东深圳公布了关于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的通知，其中包括进一步放宽了新能源车指标的申请，而此前很长一段时间购买新能源汽车的资格是需要连续缴纳24个月以上的深圳社保才可以。根据现行方案细则，深圳市民只需要持居住证即可申请新能源小汽车增量指标，而已有一辆粤 B 牌的个人还可以再申请购买一辆混合动力小汽车，让更多的消费者在深圳可以更轻松更便捷地去购买自己的新能源汽车。不论你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是更换了工作城市来到深圳的消费者，都可以只需要居住证就可以很轻松地去购买。此前于5月6日，深圳市商务局已宣布启动汽车报废更新及置换更新补贴活动，支持汽车以旧换新，促进消费升级换代。专家认为，以旧换新政策落地对车市利好，预计5月车市零售会好于4月。重庆市也在紧抓超充补能的行业发展风向，大力推进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计划2年内建成2040座超充站。位于渝北区盘溪河的国家电网充换电站内不断有车辆出入，这个补能站集充电、换电和储能等多功能为一体，共建有33个充电桩，可满足60多辆新能源汽车同时充电。这段时间，站内刚刚新增投用的3个超充桩成为了人气王，不少市民专程前来体验。这是我第一次那个充超充嘛，感觉非常快，那个1秒钟能够达到1公里。挺方便的，刚才从20%充到现在83%，只用了15分钟。不仅在市区，一杯咖啡满电出发的补能体验在高速公路服务区也能享受到。在这个占地面积约4000平米的充电站里，建有2个超充车位、8个快充车位。480千瓦的液冷超充终端可以带给用户充电5分钟续航300公里的极速体验。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场站累计服务1770车次，累计充电量4.05万度，在重庆高速全路网排名第一。目前，重�庆高速路网共投用了21座超充站，26个超充桩。未来2年，我们建设的超充站的总数将会达到170个，实现高速路网的超充全覆盖。相较于快充，充满电需要一顿饭；慢充，充满电需要一晚上的时间。超充可以实现1秒1公里的极致补能。去年底以来，全国多个省市先后加入超充之城的进驻行列，重庆也正强势发力，加速布局。按照重庆市新能源汽车便捷超充行动计划，2024至2025年，今年内全市将建成1005座超充站，到2025年，超充站总数达到2040座，超过加油站数量。加快推进超充基础设施建设，上线数字接充平台，实现一键找桩，让市民充电更方便。4月26号，武汉发布2024年新能源汽车和绿色智能家电家居以旧换新实施方案，各个区也相继的推出细则，比如在武汉东湖高新区买车啊，就可以额外的再享受2000元的补贴。政策实施以来呢，吸引了不少人前来试驾购买新能源车。武汉光谷特斯拉中心人头攒动，不少人正在现场试车。我知道现在优惠力度挺大，油车开10年了，新能源比那种油车都好用一些。现在也很多地方都有充电，都有充电站。市民刘先生看中了一辆 Model Y， 他告诉记者，自己一直在关注这款车，之前因为价格犹豫不决，得知在光谷买车可以额外再享受2000元补贴，他算了一笔账。我之前看过，也是体验非常好。然后现在不是也有什么免息的一个政策嘛？然后，现在政府还有补贴，听说省了2-3万呀。就去试驾了，如果说没问题就定了呀。此次汽车以旧换新板块重点针对新能源汽车。根据国家以旧换新政策，在符合条件的汽车销售企业购买新能源乘用车后，即可申请2000元至8000元不等的新能源汽车消费券。活动开展以来，光谷特斯拉中心店客流量环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0%以上，仅五一期间销售数据增长了30%。记者又来到光谷鸿蒙智行用户中心，趁着午休间歇来看车订车的市民也不少。现在有政策啊，有政策补贴啊，就换新啊，已经换新的，买了新车再去卖也会有一些补贴。五一期间的话，我们湖北啊首家鸿蒙智行的一个用户中心。订单有50多台，然后交付的话有100多台。你像特别是我们以旧换新的或者置换补贴的特别明显。此次东湖高新区在武汉市汽车以旧换新政策的基础上，同步开启叠加补贴购车活动。凡是4月26日至5月15日期间在东湖高新区指定门店购买新能源汽车且通过市级活动审核的消费者，都可以享受高新区提供的额外2000元补贴。涵盖的这个品牌范围啊也非常的广泛，包括了这个有小米、鸿蒙智驾、比亚迪以及特斯拉这些为首的新能源的头部汽车品牌，同时呢也有我们包括这个通用别克在内的传统的燃油汽车品牌推出的新能源车型，所以相信可以满足广大市民们的消费需求。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会看到。12306就宠物上高铁展开问卷调查，将根据调查意见进行可行性研究。乌军炮击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市，致一栋居民楼坍塌，伤亡人数持续上升，俄方称将按恐袭调查这起事件。近年来，旅客关于高铁能否提供宠物运输服务的咨询越来越多了。为精准掌握旅客需求，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在动车组铁路畅行码上的问卷建议栏中推出了铁路旅客高铁宠物运输调查问卷，引发了社会的关注。这15个问题大致分为2类，一类是旅客是否有通过高铁运输宠物的需求，运输宠物的类型，携带宠物出行的时间次数等方面；一类是针对铁路部门的高铁宠物运输防护措施、定价标准、预约服务意见建议等方面。宠物是否有望上高铁享受高铁运输服务，
带着这个大家关心的话题，记者进行了随机采访。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因为现在好多人家里养着猫养着狗，他想出行，他就觉得家里有猫有狗限制他出行了，他带着觉得一个喜欢，再一个是不用让别人给看管。采访中，记者发现很多旅客对这个问卷表达了积极的态度，认为如果有高铁宠物托运服务，可以带着宠物一起旅行，更方便照顾。但也有旅客表达了自己的顾虑，他们主要担心宠物的存在可能会对高铁的卫生环境造成影响，比如宠物的排泄物和可能携带的病菌。此外，是否会给对宠物敏感的旅客造成不适和引发不必要的恐慌？那上去的卫生的这些问题啊，甚至叫的噪音啊，那别人是不是很接受啊？可能金毛这个宠物比较大，不像平时不在车上，偶尔带出去遛着玩也会害怕吓到小朋友。如果有那种相似的车厢，能允许小动物带进去就更好。它的大小便、它的毛发，有可能就是说大家不喜欢沾到一些动物的毛发呀，或者是它的大小便可能是没有规律。此次问卷调查中，记者也注意到，铁路方面还设置了不少关于宠物运输过程当中如何降低对其他旅客影响和相关防护的问题。比如加强站台看护，以避免宠物逃逸，使用净卫设备降低异味影响，以及使用过滤装置减少宠物毛发飘逸等措施等选项。据了解，目前高铁不能托运宠物，只有部分普速列车可以。根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和铁路旅客禁止限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除导盲犬和作为食品且经封闭箱体包装的软体类水产动物外，任何活体动物无论体型大小都是不可以带进车厢的。但持有检疫证明装于专门容器内的小型活动物可以进行托运，但是能够主动攻击伤害人的猛兽，如蛇、蝎子以及大型动物等，也不能办理托运。未来高铁是否会开展宠物运输服务？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回应，将精准掌握旅客需求，倾听多方意见，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意见，进一步深化高铁托运宠物的可行性研究。近日，全国首家宠物候机厅在深圳机场国内货站正式启用。候机厅对猫狗进行分区，每只宠物都拥有独立的候机空间。机场呢还提供宠物机票预订、代办检疫检验证，以及因航班延误导致的滞留宠物提供免费寄养等服务。选择一站式宠物出行服务的旅客啊，还可以在线上全程查看萌宠的状态。受到五月母亲节、婚庆日与520备货期重叠的影响，近期国内知名的鲜切花出产地云南昆明斗南花拍中心迎来了一波备货小高峰。这几天，在昆明斗南花拍中心，鲜切花供货量持续增长，五月十号供货量超过930万只。随着母亲节备货高峰的到来，鲜花拍卖行情也迎来了第一波峰值。从近期的价格走势来看，鲜花拍卖价格开始小幅上涨。然后今年的话，应该是整体的供货量是差不多上涨了20%左右啊，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从这两天的我们购买上的备货情况来看，包括终端市场的一个反应来看，今年的母亲节的销量是比较火爆的。受总体供货量影响，预计今年行情不会出现大幅上涨。此外，今年五月的婚庆日多数在月初、月中，与母亲节与520备货期重叠，整体行情预计将提前拉升。此次高峰期后，即将迎来中高考等节点，预计向日葵等草花类产品将在五月底、六月初迎来新的涨势。卡航是一种用高性能大型卡车进行货物跨国运输的方式。按照国际公路运输公约啊，货物从发货仓出发到目的地入仓，沿途的海关原则上不查验、不开箱，可以大幅的节省通关时间和运输成本，因此也被称为继空运、海运、铁运之后的第四物流通道。5月11号，几辆满载新疆水果的卡航冷链运输车就从新疆最大的果蔬批发市场出发，直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在位于乌鲁木齐的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海关工作人员完成了出口果蔬的集货、装运、查验等通关手续。这些车辆到达霍尔果斯口岸后，不用再进行出口货物报关，
也不用出口转关货物二次入仓，就可以直接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了。对于我们的商户啊，是一个极大的利好啊，降低了这个运输的时效。因为你从口岸折腾这一圈，你要多花一天的时间呢，减少了一天的运输时间，减少了两次倒装，啊，又在这里一次性的呢完成海关的相关的手续。那说这个便利性对于商户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利的。以前新疆各大市场的果蔬出口中亚，需要将果蔬运到出口口岸办理查验通关手续，不仅耗时长，果蔬损耗也较大。此次创新通关模式将助力与中亚各国实现门对门直达运输，提高了约50%运输时效，降低约3%的商品损耗，为新疆自贸区果蔬出口开通了一种新的物流模式。设立乌川海关农副产品专用窗口，并在整体通关时效上做到了即报即检即验即放，对整体冷链货物和果蔬产品做到高效通关的保障，并将运用公路口岸家属地直通模式，将整体货物的通行时间从36个小时压缩到了12小时。今年4月，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队完成考察任务之后，已经全部返回国内。目前，科研人员正在对这次南极考察成果进行后续研究。极地大气研究是此次南极考察的重要内容之一。科考人员完成了南极气象观测站点建设和运行维护、中山站大气化学观测、内陆冰盖大气化学科学试验等任务，并采集了相关的大气样品。记者近日来到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极地大气化学实验室时，这里的工作人员正在对这些气体样品进行分析。这就是我们从南极采回来的空气样品，就是这两瓶空气。这一套分析的系统呢，主要是三部分组成吧。这个是一个阀箱，它把气体不同的气路进行一个控制。然后底下的这个机器是我们的分析仪，它就把进气的浓度进行一个数据的这么一个分析，然后最后显示到我们这种软件上，就得出了我们最后这个南极空气的这么一个浓度。大气样品中含有二氧化碳、甲烷、六氟化硫等不同气体，浓度结果分析出来后，研究人员将其一一记录下来，再与上一年数据进行比对，最终得出新的研究成果。记者了解到，全球的大气甲烷自1983年开始有系统性记录，我国的中山站观测是从2010年开始，此后科研人员进行了长期持续跟踪研究。我们中山站是从10年到22年，然后总体的增长趋势呢，甲烷是每年5.4个 ppb， 以这样一个趋势在增长着。科研人员观察中发现，除甲烷气体呈现逐年增长趋势外，南极二氧化碳浓度也在逐年增长。从2010年到2022年，二氧化碳每年以1.9个百万分比浓度在增长。多年来，我国科学家对南极气体开展了持续研究，监测获取的观测数据对于研究南极气候变化以及其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大气是如何收集的呢？这就是我们在南极使用的空气采样器。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在南极每隔1周到2周的时间采集2瓶像这样的空气样品，采样的时候是要操作这个仪器的。如果我在这附近的话，我呼出的气体就会被它采集进去，这样就影响我们这个样品的纯度。所以我架到5米的高度就采的是纯净的这种南极的当地的空气。除了进行大气成分监测外，中山站还要进行每天4次的地面气象人工观测和发报，这些数据要求在每天固定时间发回国内，再由中国气象局上报到世界气象组织。我国2008年在南极中山站建立了大气本底监测系统，持续对中山站周围的温室气体、臭氧总量和黑碳气溶胶等参数进行连续在线监测，并使用专业的储气瓶采样，系统收集温室气体样品，补充了我国在极地大气化学研究领域的空白。最近，在四川乐山市街头，一辆正在行驶的摩托车把周围的群众吓出了一身冷汗。这辆摩托车的两侧啊，各挂了一个竹筐，而驾驶员白发苍苍的老父母则一左一右地坐在竹筐里，看得大家是心惊胆战。
眼前这段画面是今年五月四号乐山市前威县一位群众拍下的。只见一男子骑着两轮摩托车在道路上行驶，在车后侧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没戴头盔，坐在竹筐里。摩托车行驶过程中，两个竹筐一直颤颤巍巍，两位老人随时都有掉下的危险。这里目睹这一幕的群众无不捏了一把冷汗。随后该段视频的拍摄者将情况反映给了前威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交警部门通过摩托车的号牌查询到了车主王某某，并通知他到交警部门接受处理。民警在询问中得知，男子姓王，今年48岁，是前威县当地人。当时坐在竹筐中的两位老人是他的老父母。平时王某用摩托车搭载些农副产品到城里去卖。当天中午，王某和父母在县城里吃完午饭后，准备让两位老人坐公交车回五云镇。由于错过了乘车时间，王某便找来了两个小板凳，让父母坐在摩托车后面的竹筐里，准备骑回家。交警部门依法对王某驾驶机动车超员不戴安全头盔的交通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50元，记1分的处罚。酒后驾车不仅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更是对社会公共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近日，金山的一名男子醉酒开车上路，撞坏了多处道路设施，险象环生。小区公共视频显示，一辆有明显撞击痕迹的黄色 SUV 歪歪扭扭开进小区，驾驶员迟迟没有下车。小区保安觉得奇怪，便报了警。民警抵达现场后发现车门未上锁，发动机未熄火，酒气扑鼻，驾驶员趴在方向盘上呼呼大睡。怎么了？怎么什么事情啊？怎么会撞车撞一塌糊涂了？做检测时，这名男子也语无伦次。我跟我老婆家里人吵架啊，我现在就是经检测，驾驶员吴某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每100毫升247毫克，属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原来，当天吴某与家人聚餐时喝了约半斤白酒，因琐事与妻子发生争吵后，不顾阻拦，驾车撞坏酒店停车场的台阶、收费道闸杆后扬长而去，一路上险象环生，甚至径直撞上了路灯，造成车辆左侧保险杠脱落。目前，吴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同时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记者李恩婵报道。近期网传旅美大熊猫洋洋伦伦出现了口吐白沫、饿得啃墙皮等情况。那对此呢，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回应说啊，洋洋伦伦一家健康状况良好，大熊猫在大量运动或者是走动比较多的情况下，口边容易出现白沫。而视频当中洋洋正在啃咬墙皮，是因为嗅闻、啃咬、磨蹭、抓挠均是大熊猫探索环境的常见行为。洋洋伦伦一家并未发生吃不饱的情况。公开资料显示，熊猫洋洋和伦伦是配偶，均出生于四川成都，今年都已经26岁了。两只熊猫在2岁的时候一起前往美国亚特兰大运动员，共产下了7只熊猫。按照中美合作双方的协议安排啊，旅美大熊猫洋洋伦伦一家的归国程序已经启动，目前正在办理相关的手续当中。我们再将视线呢转向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这一片区面积达到1.93万平方公里，生活着1300多只野生大熊猫。那里的工作人员呢，或是在巡护途中，或是借助着安装在野外红外相机，拍摄到了不少野生大熊猫妈妈待宰的温情瞬间。视频里面啊，有野生大熊猫的妈妈带着熊猫幼崽在池塘边喝水的，也有手把手教幼崽如何爬树的，或者呢是熊猫妈妈们将幼崽掩护在身下的。这些视频资料十分珍贵，充分地展示了野外大熊猫的生活场景。据了解，野生大熊猫幼崽出生之后，通常会跟随妈妈一起生活2年左右。在母子共同生活期间，大熊猫妈妈会带幼崽学习各项生存技能，为他们日后独自生活打好坚实的基础。好，下面有请江波为您带来这时段的报天下。好的，接下来一起进入这时段的报天下。随着网络的发展和传播格局的变化呀，主流媒体大力挺进了新的主战场，通过多种方式在提升影响、扩大流量。
对此呢，中国记协微信公号的文章就指出说啊，流量大影响广，好处当然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流量是把双刃剑，不注重导向的流量极易导致动作变形、操作失范，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主流媒体是新闻宣传的主力军，在推进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舆论新格局的同时，必须要把握好导向和流量之间的关系，旗帜鲜明把导向放在第一位。在面对社会热点问题的时候，主流媒体要不失语、不误语，做到切入舆情热点，亮明观点态度，引导舆情走势，引领社会风尚。近日，西安科技大学学生挂科因闹修改成绩一事引发了关注。啊，有一位呢，据说很有背景的家长，以孩子成绩不及格会影响前途、会造成污点等等为由，要求学校要修改成绩，并且还对这个主考老师进行语言威胁。相关教师反映说啊，自己连续接到学院领导的电话、微信，要求为这位挂科的学生修改成绩。学院为了给另外一名补考学生修改成绩，甚至还转移了成绩录入权限。5月11号，西安科技大学官网回应说了，现在呢已经成立了专班开展调查，将依据调查结果严肃问责，绝不姑息。光明时评呢对此评论说啊，网友热议的焦点其实不在于考试是否太难，而在于孩子都上大学了，家长竟然还利用所谓的背景来干涉教师的教学工作。对该事件的思考，我们不应该局限于个例，结合近段时间社会对于大学生社会化难的关注度，它再次触发了社会对于大学生能否形成独立自主人格的担忧。对于这件事呢，其实我们再来看一下澎湃新闻的观点是这样说的，如果说是老师批改考卷有误，那当然应该要修改分数，但是如果以所谓的影响前途为由，通过学院向教师施压来修改成绩，突破的就不仅是原则和底线，更是大众的认知了。而且呢，我们还要认识到啊，其实有一个道理非常简单，那就是如果成绩都可以按闹来修改或者按需修改，那还需要考试吗？更何况在考试成绩上弄虚作假，这也是违规违法的行为啊。另外，这件事之所以引发热议，还因为它发生在大学生、家长和高校之间。大学生都是成年人了，高校的教学和中小学有很大的不同，家长该放手的时候就要放手了。这不是质疑家长有没有能力插手高校教育，而是要尊重高校自主权，让大学生学会对自己负责，其实这个比成绩更重要啊。好，换个话题，职场上呢，有些公司啊想开除员工又不肯支付赔偿金，就会用各种手段来逼员工离职，比如说恶意的去增加这些员工的工作量，那如果他不服从的话，那企业好像就有借口了，可以随意的解雇了。近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用人单位恶意增加工作量引发的纠纷。法院认定用人单位的行为违法，应该要向员工支付赔偿金。北京青年报评论说，这一案例告诉了我们，用人单位有用工管理的自主权，但是也不能随意给员工增加工作量，而应该要把工作量设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对于用人单位明显不合理的超量工作安排，劳动者是有权拒绝的。如果用人单位以恶意增加工作量等手段来变相裁员，劳动者就应该要留存好证据，通过劳动仲裁、诉讼等法律途径积极维权。而相关部门也要应依据事实和法律支持劳动者的合理合法诉求。近日，一名武汉市民投诉说啊，他有外地的亲戚来江城旅游，在网红糕点一封情酥门店购买雪花酥，结账的时候啊，才被店方告知是12.8元一两，结果5块雪花酥要付多少钱呢？681.4元。那接到了消费者投诉以后啊，武汉文旅局立即对涉事门店进行调查。最新通报说，因隐瞒价格信息误导消费者，当地市场监管局拟对该商家予以警告并罚款10万元。
北京晚报评论说了，商家自主定价不等于漫天要价，事前不说清楚是按斤还是按两计价，摆明了就是要宰游客一刀。城市能不能吸引更多的游客，要看特色景点，其实更是要看服务水平。欺骗游客，无论多少钱都不是小事儿，输掉游客的信任，用多少钱那也都是买不回来的。这一时段报天下内容就这些，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主播。好，谢谢江波，我们新闻继续。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州长格拉德科夫1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军当天袭击了该州比尔格罗德市，造成一栋居民楼部分坍塌。根据最新消息，目前已导致15人死亡，伤亡人数持续上升。该地区已拉响导弹警报。发生坍塌事故的居民楼共10层，发生事故的单元完全坍塌。当地相关部门已派出救援人员前往现场。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确认，救援期间这栋居民楼发生了2次坍塌，剩余的楼顶掉落，说明救援人员被埋。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12号中午，乌军对比尔格罗德市居民区发动袭击。俄罗斯防空部队摧毁了6枚原点异物导弹、4枚吸血鬼火箭炮和2枚赤羊火箭炮。1枚被击落的原点异物导弹残骸击中了比尔格罗德市的这栋民宅。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发布消息称，针对乌军对比尔格罗德市的袭击一事，已按恐怖袭击立案调查。俄罗斯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常驻代表表示，当天乌克兰对比尔格罗德市的袭击使用的是北约提供的武器，俄方要求欧安组织领导层严厉谴责乌军对比尔格罗德市的袭击。欧安组织在关于基辅政权军事罪行方面不应持双重标准。对于俄方说法，乌方目前尚无回应。东方卫视编辑报道。近日，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经调查，义军在加沙地带使用美制武器的部分行为可能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美媒普遍认为，这是迄今为止美国对以色列做出的最强烈的批评。报告指出，以军在过去7个月中持续的空袭、地面战斗和援助限制，已导致近3.5万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其中大多是妇女和儿童。在列举了各种案例和线索后，报告指出，鉴于以色列严重依赖美制武器，有理由认为以军在某些情况下使用了美制武器，并且没有最大程度地减轻对平民的伤害，这可能不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规定。不过，在对以军提出批评后，报告又话锋一转，称受战时条件限制，以方没有与美方分享全面信息，美国政府无法将特定的美制武器与以色列具体袭击联系起来，无法核实以军是否确实存在违法行为。有分析指出，这可能会为美国政府继续向以色列提供进攻性武器留有余地。I think it is a self-contradictory report in many ways, and the problem with it is that it doesn't come to the conclusions that are the logical follow-through from the facts that it identifies. They're trying to be seen to be levying criticism while steering clear of the legal determinations that would bind their hands and potentially lead to restrictions on arms transfers in particular.美国政府在巴以问题上的做法使其在国际上处境愈发孤立，而美国各地高校内反战情绪也日益高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毕业典礼由于声援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被数次打断，学生们挥舞着巴勒斯坦国旗，呼吁以色列尽快结束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毕业典礼上，还有数名学生因抗议活动而被请出场馆。东方卫视编辑报道。加沙危机延宕，人道主义危机愈发严峻，巴勒斯坦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支持和同情。在此背景下，如何看待美方这次发布的评定以色列加沙行动报告？美国现在处于一种怎样的境地？我们来听听特约评论员苏小辉的观点。其实从本轮巴以冲突升级，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立场，以及美国中东政策和整体战略布局，就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批评之声不断。
而这一次美国国务院所发布的评估以色列在加沙军事行动的报告再次引起大家的关注，在美国国内已经出现批评的声音，认为报告本身是自相矛盾的。确实我们会看到这一份报告的实质是一种姿态性的表态，而并非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再次显示的是美式双标和美国的虚伪面目。美国在当前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危机恶化，国际社会多有批评的情况之下，担心自己的形象受损，但另外一方面，包括这一次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进行评估，拜登政府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要求盟友自证清白，这样的一种做法，也有美国国内的声音担心会让接受美国军援的盟友产生对美国的不满，进而影响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也就是说，美国更多的是希望在维护霸权的基础之上，还要占据所谓的道义制高点。美国这样的一种希望左右逢源的做法是根本不可能达到预期目标，而这一次的报告的提交以及来自于美国内部和国际社会的质疑的声音，美国面目的进一步的暴露，再次可以表明美国当前的这种战略布局以一己私利为核心所进行的政策的设计，必然会使美国进一步的深陷困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昨天重申，加沙地带必须立即实现停火。联合国方面表示，以军针对加沙南部拉法的军事行动导致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人丧生或流离失所，以军应当立即停火，允许援助送达有需要的人，避免引发新的难民危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顾问昨天表示，如果伊朗受到以色列的威胁，伊方将不得不改变其核原则。ایران رو تهدید هسته‌ای بکنه ما ممکنه که در دکترین هسته‌ایمون تجدید نظر بکنیم。卡麦勒·哈拉奇是在德黑兰举行的伊朗阿拉伯对话论坛上发表上述言论的。他说，伊朗没有决定生产核武器，但如果以色列敢破坏伊朗核设施，伊朗的威慑程度将有所不同。此前，伊朗原子能机构发言人卡马尔·万迪曾强调，伊朗不寻求制造核武器，即使在与以色列的军事对抗升级的情况下，德黑兰也将继续坚持和平利用原子能这一原则。东方卫视编辑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在去年11月19号扣留了在红海上航行的银河领袖号货船及其船员，至今仍未释放。昨天在与胡塞武装沟通之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登上银河领袖号探视被扣押的船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门特派团副团长弗雷亚拉迪表示，这是银河领袖号被胡塞武装扣押半年以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人员首次登船，目的主要是与被扣押船员沟通，并探视他们的健康状况。We have been managing to have some conversation with the crew here, and our main objective was to bring Red Cross messages, so news from their family, and we also asked them to bring their news to their family.So this was our main objective of the visit. We found the crew in good condition. 银河领袖号悬挂巴哈马国旗，为英国企业所有，由日本游船企业运营。去年11月19号，胡塞武装以银河领袖号隶属的航运公司所有权关联人中包括以色列商人为由，在红海上拦截该货船，并将船只停泊在也门港口城市荷台达海岸附近。船上25名船员也一同被扣押。在银河领袖号被扣押后，多个国际海事组织接连发表声明，呼吁胡塞武装释放被扣押船员。但胡塞武装坚称，在以色列停止针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并解除对加沙地带的封锁之前，胡塞武装不会停止在海上袭击与以色列有关的船只，也不会释放被扣押船只和船员。东方卫视编辑报道。墨西哥正在经历近期的第二轮热浪袭击。截止到当地时间11号，墨西哥多地至少17人因高温或相关原因死亡，13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温度记录。墨西哥气象部门说，目前塔瓦斯科州、瓦哈卡州、恰帕斯州和圣路易斯波托西州受高温天气影响较为严重，近期的死亡病例绝大部分都发生在这4个州。气象部门还预计，墨西哥本轮高温将一直持续到本月14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5摄氏度以上，对民众构成较大健康风险。在高温天气的影响下，墨西哥国家电网也面临极大压力。墨西哥总统佩洛斯近日表示，将与私人电力生产商协调，保证居民用电。
今年以来，墨西哥多地气温不断创下历史新高。本月八号，该国十一个州的气温超过45摄氏度。东方卫视编辑报道。截至昨天上午，南非西开普省乔治市一在建楼房坍塌事故已经造成了19人死亡，另外有33人下落不明。警方正使用指纹、DNA 技术和照片展开身份识别。据当地政府公告，这栋在建楼房6号下午发生了坍塌，当时现场有81名施工人员，救援行动随即展开。坍塌建筑的建设方案去年7月获批，目前尚不清楚事故的原因。法新社报道，哥斯达黎加关闭了位于首都圣何塞的西蒙·玻利瓦尔动物园，成为了一个没有国家级动物园的国家。哥斯达黎加有关部门对西蒙·玻利瓦尔动物园的数百只动物做了健康评估，把这些动物暂时安置到了动物救助中心。据了解，部分动物将被放归野外。在动物迁徙之后，西蒙·玻利瓦尔动物园将被打造成一个植物园。Es absolutamente. Nos convertimos en un país sin zoológicos estatales y con una visión hacia centros de santuarios, centros de rescate nada más. 哥斯达黎加是世界上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国家之一。2013年，该国环境部宣布终止与西蒙玻利瓦尔动物园等国家动物园运营者的合作。尽管遭遇重重反对，但11年之后，哥斯达黎加国家动物园最终全部关闭。东方卫视编辑报道。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机构近日宣布，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州的男子埃尔弗雷德·阿尔布拉施克为最年长双人跳伞世界纪录保持者。他与专业指导教练从约2743米的高空跳下，并成功降落在着陆点。他创下这个纪录时的年龄为106岁零327天，较这个项目此前的最年长纪录超出3岁。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6。下面让我们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试验23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试验23号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522次飞行。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的雨水较少，仅在云南、广西等地仍有降雨。北方升温幅度较大，预计未来3天，华北、黄淮等地的气温将会明显回升，部分地区的气温将升至30摄氏度以上。今年6月到11月，青岛邮轮母港航线将运营17个航次，包含地中海号、蓝梦之歌号及梦想号邮轮，涉及青岛、上海、天津、济州、长崎、福冈等城市。去年，青岛国际邮轮港区服务管理局便与国内在营各大邮轮公司签订2024年航线运营协议，目前已引进邮轮航次23个，基本实现月月有船。中蒙草原伙伴2024陆军联合训练在蒙古国东南部东戈壁省拉开帷幕，这是两国陆军首次联合训练，中方派出营级规模兵力，携带各型武器及轮式装备等近100台参训，联训将持续到5月下旬。日本软银集团旗下的安谋控股公司计划开发人工智能芯片，力争在明年推出首批产品。据日本媒体披露，总部位于英国的安谋公司将成立一个人工智能芯片部门，并承担可能高达数千亿日元的初期开发成本，软银集团也将出资。受到地磁暴影响，全球多个地区都拍摄到了罕见极光。在美国西雅图市，极光与城市灯火遥相呼应，构成了一幅美丽夜景。英国的北约克郡也出现了粉色和绿色的极光。值得注意的是，极强地磁暴不但会带来极光，也会带来很多负面作用，可能影响电网、卫星和通信设施。好，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